卫生局人员背着消毒罐沿路做杀菌清消的画面，在新竹市是越来越常出现了。新竹市政府公布10号新增了7名确诊个案，当中有6个人足迹跟外县市确诊个案重叠，也有人是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，被确诊为染疫者。新竹市今日新增7名确诊个案，按27091、27092、27093、27094、27276、27516以及按27517。那按27091为未满2岁的男童，与按26389送同一个保姆案2751740多岁的女性照顾，受框列经 PCR 裁检阳性确诊。还好这些确诊个案日前都已经被框列，正在进行居家隔离。卫生局指出目前没有新的框列者，民众其实是不需要担心太多，只是现在疫情升温，必要的防疫手段还是要做到确实。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。